精彩一年，璀璨一夜。得奖的是蓝正龙，对，吴康仁。我真的很喜欢演戏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会一直一直的努力下去。2016台湾电视圈最大盛事，巨星云集，红场角逐，今年谁将获得无上荣耀的光环？10月8号晚上7点，第51届电视金钟奖就在三立都会台。